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哪个图形哈、哦、具有呢最大的吸引力、啊？首先你要吸引力的话哈，一定要是异性，这是同性的排除掉，同性相斥，这是异性相吸啊，哦这二乘二，啊这也是异性相吸一乘一，所以这个力量呢，这吸引力是它的四倍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， 所以这一题呢应该选 C。